吃没了可能。你看那哈密瓜，他都没吃的呢，已经醉了吧？你醉苹果了？醉苹果，醉哈密瓜了，太甜了。哎呀，这孩子。苏米姐，我们先走了，我们还过去拿东西。你手机拍得好清楚，那还可以。我们还过去拿周边那些。这车怎么拿？你们走啊？我们要去公司那边拿周边。哦，去吧，去吧。明天来不？明天要跟周边那些拍东西。哦，还要提前把25号的一些素材准备一下。行，你们公司来多少人啊？对。都不来。今年我跟了曼松两个人解决。哦，那行。我在想你们要就你们公司不来人的话，我们的礼物就够了，因为我们主播准备的不多。多人在撅屁股拉屎。就这样行，挺好的，真好。今天还算完美。这样没傻逼搞事就很完美。金香，哎呦喂，金香都吃完了，这那冰有啥好吃的？所以嘛，让他吃送送的那个嘛。对呀，那里啥都没有，只是冰块，里边应该有蜂蜜。多多都大便干燥了，这样拉，半天也没拉出来。拉了，拉那么小，一坨一坨的。来拍吗？